王狗，你姓王吗？没有，姓郑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坊间传说，半夜三点的时候流传着很多的都市传说：不能跟Siri对话，不能玩指尖陀螺，不能打 FaceTime 给自己，叫同学起床尿尿。关于打 FaceTime 给自己的都市传说呢，非常的多，几乎都是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我这样子。Me and you're Jesse。还有 ，My name is Jesse。这样子。不过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风格，那身为亚洲做都市传说的我们呢，你要用自己最真实的验证心态来卧薪尝胆一下。你是这样用的吗？春秋时期越国国王勾践以图复国的事迹，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6:30，可能会在半夜的时候找一个地方来拨打看看，但是呢会找一个恐怖一点的地方，毕竟呢时长嘛，就跟我的发片时间一样难以捉摸的。那 OK， 我们等一下见。刚刚我们去看电影，我说一定要门口。说啊，没事，怎么了？又跟我去看都市传说。我肚子好痛。难见真情啊！现在时间是1:00。OK， 那我先来拨一通给自己看看。我先拨一个行动电话。对，我把我的名字设成自己。您的电话将会接到您的信箱。我等一下就会呢，马上打 FaceTime 给自己试试看。现在自己打给自己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。对，我是觉得啦，很难呐，除非真的像他们上面说的，到了什么基因之地啊，才可能。你们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有发生过什么强盗抢劫案，然后是我爸被抢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好，第一次无法使用 FaceTime， 我们再打一次。哎，我刚按到吗？好，第一次无法使用 FaceTime， 我们再打一次。哎，我刚按到吗？然后我觉得蛮怪的是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时常传出一些很恐怖的传闻。然后一路走了，走到一楼了，看起来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个看起来大多的全部都是人眼的成分，我觉得比较居多。哇，哎，下面的灯在闪，带不去。你看。我要注意这里什么？我刚才在那闪。我觉得不如在这边打一通，很诡异的，拨不出去，没有服务，傻眼。可这边是一个绝佳的点。我说这个赌场是真的，在这边还比较有机会。我走上去一点，那个服务的地方，因为没有服务，他不会响，应该也不会接吧。对了，看一下我不懂，他是不是在打字？他是有讯号的，你们自己看。他现在立马挂。我刚刚是在这边走上来之后不正常的，所以我应该再下去拨一次。勾着我人的一个都市传说啊，所以如果这次挂一下的话，就是真的有问题啊。来了，挑战。我要回去 check 一下，因为我记得中间是不是就有被挂过一次，都以为可能是我没按到，对不对？
回到光明的地方再打吧，也这样也没有一个结果。算了，我再打最后一通看看。好吧，那是正常。OK， 那我们回去，后续看见吧，拜拜。我刚刚会有那个 flow， 单纯只是因为我的手是这样的状态，绝对不是因为刚刚在楼梯间那样子的状况呢，我觉得是蛮正常的。刚刚又打了十几通的电话给自己，虽然都是想力想到底，但是毕竟那是在楼梯，很大可能是因为收讯，所以呢，那个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话说回正题，我来解释一下前两部的事情。《红狗人面鱼》那部里面一进到底，你不能证明瓶盖是打开之前里面就鱼眼。没错，我当时是为了剪辑顺畅，所以把它剪掉了。但是呢，还好，我毛片还留着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时候瓶盖打开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倒转一下，这个时候呢，瓶子回到 Linda 的手中，再回到我的手中。我影片没有说嘛，我们一直推来推去的。好，有了，你们可以看到吧，鱼眼睛的确是在里面，甚至我们再往前一点，你可以看到鱼眼睛是真的是在里面的。接着呢，就是神秘女子的那个问题，蛮多人都问我说，到底什么时候会出？那关于这个呢，再稍等我一下，因为我已经拍好了，就只差剪辑而已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啊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喜欢、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